接下来来到第二层，傲慢的罪孽，来用我们根性队通关。打不赢喊就草地狱级，那你可能要练练你的那个卡夹、背包之类的，因为现在的那个队伍应该是蛮容易的啦。音到底修好了没？那刚才聊天室有人说有 bug， 是现在有吗？第二关，九combo再打几？好，可以。好，那第三关。哎，刚好哎，他到底要冰几回合啊？他都冰很久哎，所以完全 OK 耶。哦，还蛮容易的哎，这队蛮容易的哎，说真的，刚回国什么都变了，还停留在希腊的时代，真的很久哎。哇，好痛哦！娃娃先把这些公主给消掉，他 CD 超长的 ，CD 3哎。每回合的 CD 都好长哦，天啊！而且为什么我手下完一颗光珠都没有啊？也太扯了吧！是这个几率是还是他没有？对啊，还哦会天降光珠啦！刚才那几率也太扯了吧？这直接手斩就够了哎！而且你还可以带一张，我只是不想要再带一张四张卡其实就够了，其实也没有开到啊，三张卡也够了、啊，就是重点是要那个更新就好了，很轻松哎，太扯了吧，然后就可以顺利拿到那个吕洞宾的造型，在第二层。晚上好 ，Hello，Hello。